你们这些人，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竟然敢在我面前说谎！周捕头，周捕头。 大人，离龙门镇还有多远呢？啊，不远了。不过今天晚上是到不了了。前面不远处有家客栈，咱们住上一晚上，明天早上出发的话，差不多中午就能在龙门镇里吃烤羊肉了。大家坚持一下啊！过了龙门镇，可就是杀之卫的前哨了。赵虎、老刘，马前呢？哦，对了，大人。 说起那龙门镇，说是小镇，其实啊是当年元朝的城池，前后只有龙头、龙尾两门。据小人所知，镇主呢原先是个马匪，大人不可不防。若有贼人将我等困在里面，那真是插翅难飞啊！江湖中人何必担忧？你只管带路吧。啊，是是是是。庙堂之高。 江湖之远呐，凌云有日，辕门画龙。兄弟，做什么买卖的？不做买卖，只杀人。你，啊，想杀我？刀出门人，别上来！来枪，赶紧出来接待！贵客到了。 你怎么也来了？小铁匠，你怎么连个防身之气都不带？我还需要，我都看好了。好嘞，这边请。杨大人，这边请。来来，这边请。客气啊。来，杨大人，见机行事。干嘛？过来。杨大人，你们先坐啊。哎哎哎，不，干嘛呀？ 误看，什么误看？别装了，谁还不知道？这个杨大人身上带着价值连城的宝贝，我只是走镖，不是大姐。你说这话对了，秦师傅吗？握着一堆石头，你说哪个？血手人头来处置我那死去的爹。轻点儿。哎呀，我这差事，是我师傅，双刀镇七省。 西域地狱镖，高一天交给我的差事，我要是丢了镖，可就没命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这次老鬼是冲着你来的，现在外面还埋伏了100多个兄弟呢。老乡，别扯淡了，老鬼那狗性我还不知道吗？啊，看那边那四个，个个是高手，官府的人。我可不管啊。 老鬼说好了和我五五看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大人，何时动手？敌不动，我不动。想什么呢？你在这儿？怎么，见了老相好的，心变了，放着肉都不吃了你？不是的，是那四个人，听说是官府的人。 合一处，把他们都干了，钱，对半分。都杀了。哎，小铁匠，你留着，你拿着钱带他去京城，做一对富豪夫妻，要分得分，要雨得雨，怎么样啊？是个鸡腿都吃的那么帅。哎呦，你可真冷漠，到底杀不杀呀？杀，官府的人你办吧。 周捕头留给我，成。马人，准备动手。喂，先把他们骂废了。大人，要不咱们连夜赶一程吧？江湖中人，何必担忧？ 高手在那边。
咱家不留神，你还不跳到我头上去了？属下知罪。属下只是担心，这些草莽之人办事不利，坏了大人的一举好气。江湖人难免做事疏漏，也好，我在外，你在内，咱们要确保杨大人这一行人不留一个活口。 大人，别忙啊，你最近可是懈怠的很呢。大人请，还望大人莫怪呀。啊，
今日是什么风把大人你给吹来了？莫不是小人的司城官职批下来了？大名利，小吏不得为官，啊，本朕也无能为力啊。再者说，你也是这龙门镇的土皇帝了，啊，何必再要一个司城的职位呢？我这次前来，是礼部的杨宗善杨大人，我的胞兄，他这次从瓦浪回来，你这龙门镇是他的必经之地，我怎么也得做个东，护送一程啊！大人请，啊，小人愚昧。袁大人。眉清目秀的，就知道是自己人，怎么称呼啊？哎，不如我们先把宝贝分了吧。谁要是敢动这个箱子，先问问他。走着瞧。大人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帮你的人。高手，你认识他？见过。老弟，准备好。
真要玩镖啊！哎，双人之头，没办法呀。况且现在阳山大人已经死了，我更要对这趟镖负责。 是不是心里还想着他呢？哎，怎么打下去？你干什么都不认真，好好打！ 二当家的，二当，我大哥订的那牲口大刀，哎，你给弄好了吗？早就给您弄好了。那个，快去把二当家的马喂上啊！老铁家，好了，二当家的马给我喂饱了。这个刀是二当家的。 二当家的，大哥，这小家伙还有个小姑娘吧，大哥？你可不留！
能带走的都带走吧。出去出去，我要睡觉了。行装可准备好了？正在沐浴更衣。李华，我听说你这里有朵沙漠之花，价值连城。你这朵是什么花呀？大人若有这个雅兴，不妨一步。欣赏欣赏。哦，那老夫就得见识见识了。大人请。好，请。我只知道洛阳的牡丹甲天下，你这沙漠也有牡丹啊。大人请。请。这是大画家沈周亲自所作，小人请了西域的高手，用西域的秘材整整三个月才完成这三绝。果然是三绝呀。那小人就不打扰大人赏花了。美，太美了。江湖人称宁街恶狗村，不入龙门镇，你们可得小心着点啊。区区一个司城，何足挂齿。此事若是办得稳妥，事成之后，你就是沙州守备。当初你在京城，可比我风光多了。冲出去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啊！看你的头！哎哎哎！走吧！哎哎哎！
我先休息去了。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夫人怎么走了？杀人看得太多。
请夫人上楼安歇。放我们一条生路，我们就把箱子留给你。当初你不会武功，没有救我，我不怨你。后来听说你到处摆事，我一直盼着你回来找我。我就像西域传说中那个困在瓶子的精灵，一直在等打开瓶子的人。于是我发誓，是要再打开这个瓶子，我就杀了他。来香，你进城做甚？毕老爷说了，老鬼要是敢回龙门镇，就得让他人头落地。我记得赏金是500两。毕老板的名讳，你是第一次听说吗？他老人家一诺千金，既然说了，就不会反悔。但这钱……我看应该给这位周兄弟。接着说。你们放下箱子，再放开夫人，我就让你们走出此门。夫人嘛，我们自然是不敢怠慢，只是想要请她送我们出城而已。可这大门我们自然是出不去了，还想见你的密道一友。夫人，您这么做，在下很为难，很为难。走，快点，老鬼的赏金别忘了。改天老娘先替周捕童收着，要是没钱啊，就把镖分了，送你们出去。大姐，你别逼我了好不好？这镖是我师父安排的，我怎么能把它分了呢？我爹不是你师父。你杀老鬼为的不是我，而是钱。啊，不是，他杀老鬼是怕老鬼要劫他的镖。你少说两句好不好？你听我，你去哪儿？回去先是做你的第一夫人。
去做我的第一夫人。这位清夫人，她也标出了行市，说谁也不能破坏她这张皮。能拿到囫囵个尸体的，可是白银10000两啊！我这第一夫人，不过是毕老板向朝廷献媚的工具。那年他不顾一切要去杀毕方，我拦都拦不住。好在那天看到你大婚，这小子看你成了龙门镇第一夫人，就开溜了。周捕头，我爹说了，你去杀毕方就是送死。死我也要去。吉时已到，新官人揭盖头。这是我用金刚打的，很结实。等以后有钱了，我给你打个银的。我就喜欢铁的。我说周兄弟，就别带着儿女情长了。这龙门镇外已被大军围困，几十架红武大炮对准了这儿，为的可就是这口箱子。老九宝，你还是满嘴跑骆驼。红武大炮，你以为是土木堡之变吗？哎呀，信不信？就由你吧，上路吧。我们从龙头冲出去，马场是必经之路，抢几匹马，冲出龙门镇。好，走。喂，阿巴怎么样？舍不得了？没有，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？马呢？怎么没见到马？No!
山的人皮，受死吧！
青龙知己身。是我。都敢动，去把珠宝给我抢回来。好嘞。走，我在门口守着。是。你这个西域第一高手，不是不需要武器吗？这个时候你还开得了玩笑？走，兄弟，帮我找一些菜肴，擦一下眼睛。连累你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那些人甘心为你去死？我就是这天下第一废人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这趟镖他们劫的不是这箱珠宝，而是你这个天下第一废人。他到底是谁？出了龙门阵你就知道了。出了龙门阵，现在龙门阵外大军围城，还有红武大炮，出去了又能如何？出不去是死，出去了唐突了。千手书生的逍遥阁就在右边，此人善用暗器，刚才虽说看不见，但是我听到了，是书生掳走了秦庄。他那是请君入瓮。是，曾经我逃避过一次，这一次我绝不重蹈覆辙。那么只能分道扬镳了。我若顺利，必来追你。老板说了，杀无赦，留下人皮。我很为难。我若不杀你，老板必杀我；我若杀你，如同自残。你知道我对你一往情深，可惜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我从来不敢直视你身上的。我活得人不人，愧不愧？我本一心只想守护着你，怎奈造化弄人。也罢，
不是不杀人吗？身不由己，他也算是解脱了。夫人呢？他让我来帮你。过了中翁桥，前面就是龙头了。 是必死城，难不成你想以下犯上？曹千户，多日不见，何以北寇为伍啊？我受朝廷密旨。 岂是你这小小私乘可知？我毕某人受朝廷节制，身着朝服在此当寇，有何不可？今日之龙门一开。 尔等能否领越龙门，就看尔等是否有这能耐了。大胆！你可知，站在尔等面前的，正是大明朝的正统皇帝——太上皇。 上队，毕姑姑，慢点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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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要给我杀了，一个不留。的本事还缺一口水吗？是啊，前面就是龙门阵，以你的本事在那儿你大可富足。我这样的人不能为官，谁之错也。大明朝何以颓废，就是因为你们这帮阉人妄想做官。连太上皇也敢假冒，奸啊！我杀了此人，我赏他黄金万两。你怎么来了？老娘既然收了你的钱，自然得把事情办成事。那你怎么才来啊？你想了欠钱还想不还呢？珠宝不都给你了吗？哥哥奶奶是假的。假的？兄弟们，今天既然撕破了脸，就干掉毕老板，拿下龙门阵，上！you
你永远挂在你香烟。你们可以回头看看。 是君是要灭九族的。哼，敝谋我从小晋升，无父无母，无儿无女，能奈我何？你一己之私欲，不该祸及大明。他叫不出龙门，就不是真龙。 百姓岂能有出头之日？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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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此招对我无用。反贼与这蛮荒之城化为灰烬。点火。大人，曹千虎和毕思成还在城内。我乃锦衣卫千户曹青，受皇帝陛下密旨，手刃反叛，迎接太上皇回京。反贼人头在此，太上皇在此。护驾有功，回京连升三级。
但幸太上皇脱险，大明之鸿鹄，属下救驾来迟，万死之罪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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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弓大人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是是。你觉得你还有活下来的机会吗？任凭大人发落。没想到咱家这全盘计划就毁在你一人之手。大人当时不也是心软？只要大人一挥手，你小子当然知道，咱家可以杀了你一人，却杀不了整个御林军呐。可大人，您是否想过，就算您杀了太上皇，日后皇上就不会对您灭口吗？箭在弦上，只是我们走了一步险棋。太上皇被俘一年，安然无恙，却不是真天子百灵相助。现在皇上宠幸于前，于大人向来对锦衣卫干政不悦，早晚会祸及大人。险棋。人世三杯酒，流年一局棋呀。接太上皇，迎接太上皇。